手游酷玩。学校举行了一场演讲比赛，大家看看选举谁去参加呢？老师，我很想参加，可是我没啥自信。这可是有关班级荣誉的事情，除了海盗僵尸，其他的同学都可以试试。这不就是个演讲比赛吗？我有那么差劲吗？海盗僵尸，你要参加，咱们班肯定最后一名。路障僵尸，就你来代表咱们班去参加比赛吧。放心吧，老师，我肯定不会是最后一名。两天后，哎呀，明天就是演讲比赛了。本来是派路障僵尸去参加的，但是他得去给病重的爷爷陪床。我应该抓住这次机会，证明给他们看，我演讲也不会太差劲。老师，你就给我一次机会，让我代替他好不好？好吧，你表现得这么积极，那就让你来代替他吧。第二天，偶像哪里搞错了吧？老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、代替，喜欢记得点击订阅哦。